五星红旗象征着中国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，在体育赛场、在海岛边陲、在海外建设工地、在浩瀚太空，有红旗出现的地方，就有中国人拼搏奋斗的身影。近日，中国女排队员在比赛训练的间隙，来到了南京体育学院，与时代楷模、全国道德模范以及各行各业人士共同唱响“红旗飘飘”，为祖国喝彩。从絮上采下的红，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，一张天下最美的